痛啊，痛啊，他们干脆就在家想上这个，哦，阿婆我爹那个，其他同学在后方，其他同学在后方，有两个在后方，他后方可以，可以不当卖东西，嗯，啊，别人话就说的有东西，感情。那么你这个话来控制，你过来看班级就有那么多年纪，给人等的，你得控，哦，你得欢乐，你得联系，你应该输掉，你一定会输掉的。哦，所以说呢，你这个话过来控制，人间有事，你感情走一点多，哦，用表现天赋用在一起，有当别人打的同学瞬间的时阵。你刚刚问别人，你以前怎么发工作？我讲，因为用眼睛，因为我太浪费了。哦，因为咱都是见利心不交利己嘛。我今天无成就眼睛，我刚刚在想方法来解决，干嘛？你不会做梦的。哦，啊，所以说别当你的感情上面的时阵，哪怕出现个火花，你听得我，人你是阿天是不靠谱的。哦，我来记一下。有一天，拄好去踢到批发，哦，去撞到考验，去撞到困难，去撞到个飞暴。伊哩时阵，你就会晓想讲，哎，哦，啊，我来听恁问话的时阵，哦，人个江西国、建义国、陕北家国，讲我啊安住安住，啊是安住。你家己想起了后呢，你会真欢喜。但过去天气的话，那就感觉一淡点。也就是天气可能经常是啊，哦，有相当半天一般，其实个心情出发，无啥个来。但是如果无来个比赛，结果大家听听嘞，哎，你也感觉出欢喜嘞？为什么？今日你看江苏卡出个太阳，我对你听嘞，哦。啊，公司为这个结果，那么对准就发现用这个困难的话解决去。那你讲是因为咱当时了解这个法，哦，你得用这个方法，啊来解决一寡内心的艰苦，敢是？哦，所以说你这所在那个方法不也当哦是哦是主主不所说的名啊。伊会当断些见地，真正咧，那无想讲我阿爸变成我讲吼，从来伊做上就会好啦，哦，但是我未变是本质，哦，咱咧心灵一直咧准备装修，哦，那诸多拢比一个咧较复杂，无人咧做，爱是讲伊咧咧服务人做，吼，爱是讲伊咧建设无人做，吼，啊，阿爷，那你得爱挺身而出嘛。无人做，伊来去做。有人去做，话有别人人有教啊。我就来听做伊，哦，唔是讲遮济人啊，哦，啊，我就来考一考，啊，无外久的时阵，大家坐起来开讲，哦，啊，开班有几个人，哦，啊，所以讲咧，我就是感觉啦，吼，当然就是讲，啊，咱是修行，嘛袂当讲，那我不爱听做伊，好啦，我不爱去做吧。咁咪簡單咧，誒，嘛咪唔使啦，吼，你講見咧，有人即係做翻做，呢個工就冇人做，就是啲，啊嗱，做翻好人做，我嚟聽下你，安就啲啦，哦，你講見咧錢就多咯，我嚟聽下你啦，你做啲嘢之後咪嚟啲，數字夠堅持嘅，我嚟做翻我嘅話，你請人我靠嘅話，你個人做大，我嚟聽下你嘅做啦，但係真咧。是啦吼，哦，然后咱听讲，听讲欠债吼，哎，你蛮变大事体，吼，哦，所以讲咧，这所在，那做广告的拢是在先关注佛法，所以求佛经的法本，所以讲法本叫咱，叫咱到修行到有密切关系，有密切关系，有需要无？有，哦，有需要的，哦，哦，是讲有通做，有意思的在。哦，他也当坚持两方法，又当其他方法。你哪安尼做好一个听，迄等于一个听哦。你当安尼自己在想，哦，啊想起生活来，啊自己也欢喜，啊爸妈欢喜，哦，
我伊伊啊就过年就做他们变做这种感觉，感觉安尼。好，你这是你感受，你看起来就第一，第一当中在这，你坚持的站住，那么你提出来，提出的话题。如果你当已经已经在这，都会当在当起了的这种话题，相信你的心中的理解。心胸一点心中不必一点的可能。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些啊好处啊一些多在呢啊就是来说以好处对你的修复来说呢也在说是为胸一点的重要。啊应该是在这个点的优点这是一个关键的点点嘛。但是这是一个过的开快的开路。哦，这是个管住管住，阿不太太的心理学个，哦，啊，所以讲咧，咱别当时间，哦，所以心理学，哦，别当选择，我如果来个选择了，哦，阿我唔听道理，不行，哦，因为咧，伊这个不对，对咱心理学呐，伊有莫大的帮助，哦，伊那个东西开的，哦，别当过来。我来一些特别开悟，那么可以让人转天见地，接着是咱先进佛的了解，啊，先进佛的了解啊。那么呢，现在来是说，下面以前佛是大，啊，前佛是大，那么呢，前佛是这大来贡献，啊，大来贡献的，原因也是讲以当。在这个当朝，哦，老祖的时阵有一个叫做，哦，这是也在讲讲，哦，所以这个求那拔陀罗，拔陀罗，哦，求那，哦，救那佛得罗啊，哦，救那佛得罗，当众发书，哦，那么这个发书呢，哦，来透明了解这个。哦，你这个啊，这个你这个发信息来错误了解你的概况，哦，来错误了解你的概况。那么呢，并且在一地古言，将来也有一位化身菩萨来到这个大修改，哦，是这个救难法得了当作法师呢，那么。啊，以说的五言，哦，那么呢，这个以牛天干管理，哦，牛天干管理，五经变成地就当作法师，啊，那么呢，在这个段，哦，在这个段边建成菩提树，并且五言，在170年后，也有一位化身菩萨。在这个所在，弘扬大乘佛法，那么呢，来度了的这个无量的众生，好、哦，来度了的这个无量的众生。所以说呢，在这两个无，这两个法师，好、哦，那么呢，啊，来透明这个盖团，哦，那么呢，来建下了这个菩提树，并且是来五年，啊、哦，五年。哦，了后，这个是叫人打坐。哦，以后以剃度出家方法是不谋而合。哦，不谋而合的这个人，哦，不谋而合，就是拢亲像这两位法师在这五年的来印证的打坐的现象。哦，那么这个打坐呢，是第三十七年的方法先来用的。哦。无含住，唔是讲讲伫这个所在，吼、哦，唔是讲伫这个所在，哦，唔过咧是一个意念，哦，意念对这个段开始，哦，加个正能量发出的语言，所以咧加前辈这个段，哦，这个段跟在这个段咧，会到第一段，就是哦，这意念正能量发出。既然这两个法师，哦，啊，所以讲呢，你这多来呢，以他来用了这个大的经，好、哦，
然后呢，就再来就是讲这个经，啊经呢，伊是翻译称为修道论，啊称为修道论，中文译入，啊是讲伊刻印的，啊讲伊刻印。那么呢，伫这个刻印上上下诸佛妙义，下下众生语言，啊讲个用语言。因为这个经，伊会当相提自己，哦，也就是本经，伊会当相爱符合了着佛所讲的义理，爱符合啊。你从本经的经经义，哦，你就爱符合了着佛伊的义理，哦，佛，哦，那么呢，伊必安怎？哦，你安怎会当互兄弟姊妹众生来达到圆满？是爱有分伊的义理，哦，爱有这个义理。所以讲，你分经呢，就是有法度让相信诸佛妙理，哦，符合了着这个分伊所讲的义理。那么呢，他爱，哦，他的众生的义言是讲，你下。爱护法要求众生的定义啦，好、哦，定义。所以呢，咱这个讲经说法，敢会使大家讲经好听？敢会使？那你看，就是无论讲啥物人，阿个大家拢讲经好听，敢会使呐？你先去讲。比较厉害，他可以做到吗？不是妙义做到吗？哦，对他所讲的讲重义啦，啊，大家一回都讲错的啦，那也错，比较厉害。哦，但是啊，这个讲错的讲物件，哦，我刚讲这讲错的是比一个，哦，但我们也用讲错的物件，我们讲一下，讲明，好，我们讲好，结果这个物件哦。我嫁的地心地偌好嘞，是爱嫁的是。咱刚刚讲吼，迄囡仔讲十波一个电灯光，拄啊袂起这个感觉，啊为什么？因为咩事变化？那么伫这个所在，为什么爱下的爱，就是观音爱有法可通去啊，要求众生的意愿。因为咱在外口发无疑顿嘛，但是因发发无顿结，但是难无疑。哦，离尊就是讲吼，你叫伊，吼，你这大事发唔可以，听见爱困。但是你若讲一寡因缘果，你就因果果，伊听甲就欢喜，伊会来。哦，伊会来就是有得救的机会，敢是？是哦，那你道心是安尼哦，道心哪能来？道心必经，天经经这个部分，道心哪会来？咱就是对，感谢。哦，啊，我啊，我讲讲这个道理，我就是讲我看遐高级内容，马上心不平，我是咧爱伊，所以高级内容，哦，互恁大爱当心不平。但是伊讲我听无啊，对无？啊，我坐咧咧安困，啊是在安眠来，安眠坐来无爱来啊，迄个人断不坚持。这人经济的，所以讲在这当中，咱爱有法通通符合了着众生的经济，伊如果搁是下经，你一定爱用下经法改经度，哦，改经度，哦，改经度可以，咱来个修哦。当时的经文官，讲有啥个经出来啦？心道心哦，破。那你过了八年，七八年，以前是给人听很爱的，伊那边在有地位啊，啊结果呢，感觉讲这种讲的吼，讲这种道理吼啊安怎，怎啊无去，无去用这个办，黑人怎啊无去啊，是不是？黑人无去。哦，所以讲，伫这个所在，
咱爱尊尊严定，咱爱经济思考，咱爱看是爱什么物件，你卖什么物件，不是我爱什么物件。啊，所以讲伊这所在哦，一份配音就是爱发生小事，根本了事，他的重视的资源，安抚经济问题，到底感谢呢？好、哦，那么小事就不跟这个钢筋说法改换哦。哦，我爱听歌。哦，我想讲，互你买通听个诶，你先做来做。哦，哦，能够哦，把住心哦，把住心哦，恨铁不成钢，结果咧，我是坚持讲个，所以我感觉来，唔是咧讲啦。我话咧讲这个，我是阿只大咧，因为安尼讲咧，哦，今咱逐个人都要讲。点话真济，伊嘛屁个，对无？啊，搁人讲，啊，其实我发咧，因为有咧听着伊，我知影讲农民啊咧听，我若听你来听，我感觉太有意思啦，太有意思，感情嘛结果，拄好你也同意，我嘛同意啦，感谢你。好，啊，所以我是听是讲，放落嘛，我再去听落，点话真好，好。啊，最怕的是这样。啊，最重要的哦，最主要的是这个道理呢，当然呢，咱还有法度能缺乏了人来去支援。啊，比如讲咱这个个人，你去来先看人讲话，感觉安尼？看人讲话，去看遐人有气，遐人无气的看人爱听好咧。哦，嘛讲啊，个人爱看人讲话哦。因为咱讲你为公事伤心的事情，你都会记起。啊，为吼，伊搞破事，你肯定不记得。哦，啊，你讲你种人做错事，拜托你，伊阿来讲，我就来你讲啥？你讲袂有话听，伊个都会记得。哦，所以讲你阿话有坦诚、负责任嘛，感谢你。哦，你阿话有上分，但人无上心，阿难做，你要改。无论咱第二种解法嘛，咱多个人嘛是怕，哦嘛是怕啦吼。所以讲咧，这所在也真是真正重要，吼、哦。所以讲咧，人咧讲，别样讲道理人做多啦，别样讲道理人做多啦，到一种境界，解除啦吼。你假如咧，伊别样讲，别样讲道理，无爱你嘛坐，坐个弯起来。啊，听诶，好，你讲较侪，我听诶就快，去听咯。因为咱接触诶嘛，啊，就是道理，吼、哦。啊，别讲道理诶人，吼、哦，迄个是另一个不好。富贵光是你三三岁哦，你三三岁来，你就知影富贵光是啥，讲讲诶人叫伊来安尼，吼安尼，既简单又重要吼。啊，所以讲，做人诶，真的蛮是爱你，话长话短的吼。哦我哩用我哩方法，会当你独立，吼、哦，啊，若无伊这个关系，伊会靠个人走袂出，吼、哦。那么再带来呢，也是这个因，吼、哦，这个因缘，啊，伫这个，啊，伫这个因，嘛会使讲是不变，啊，因是不变。那么伊个不变呢，哦，伊个不变。袂因为了着时间地点，而失去了着伊个适用性。哦，袂讲像迄条鱼啦，哦，即摆用一种衫，哦，进足流行来穿会使，哦，经过两三落即个衫就流行啊，即件啊安尼嘛会使个。即个件个适用性是讲在只不变，袂因为寡。哦，代志无同个所在，一分钱无用，会当安尼哦，一分钱会使安尼做，啊，咱忍啦吼。为虾米咱中国文化去到西方国家，法国人伊也开放过的？为虾米？因为咱有这个道理，是有法度迎合不同个国家。诶，所有诶人，哦，不同国家诶人，
所以我们这个所在的病人的医保收入所在的影响也不因为时间传达的两千分以及一年感觉更加好一点，无论你家用于收入也好，无论你家用于生活也好，一分钱永远都是啊奉献哦。那么呢哦，改革哦，奉献这个就来哦，引发到所有人都会当去了解。咱来讲，我们代表来讲，代表的在最是披风奖品的哦，咱的数据是多少钱的？哦，数据多少钱？那么经过几十年了后，进中国大陆的流行传统文化，就是要来传承着咱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数据。哦，所以讲咧，伫孔子家己那咧，有因为这个时间，这本经典的时候，进化而言咧，哦，当然要付出在这些技术的贡献，但是，哦，咱会当欣赏咧，会当加咧，会当提供咧，会当借鉴下咧，比在做会当个咧，哦，登峰关关咧，哦。所以说的是在他们在他们在在天天在天在天天在地地间那来看修好不如用于修行干比摩天在后面前几个方法阿嘎地不大哦一个讲不完。所以说的是这样的普遍也就是说地上由于时间甲地点以一分钱会无效率这就是当天为时间好那么经建立买债公司是弱了，哦，买债公司是弱了。那么呢，也就是讲，也就是讲，亲像了着一条的正路，会当引导兄弟姊妹在离苦得乐，哦，未来会当达到了着救济缓缓。所以咱来想哦，咱讲半部文明会当提前下。啊，过火不济以前啊，就是讲以这本经过人了后，咱若照经去读者，他多少话讲嘛，会当先修加持自国经典啊，那安尼咱好感一点多，但是安尼讲是错的哟，有咧，哦，因为错的咧是道场上咧，哦，毛生就经典浅显的，哦，那么咧浅显咧，其他别咧都因为基础咧。哦，我看你每天阿爸咧，哦，伊比是袂是困倒咧，哦，譬如讲吼，伊就是困倒是，伊存是无涨价，先生是无涨一个，伊就哪是无涨价的，诶，迄个佣兵啊，哦，哦，啊，但是咧，当时就伊啊，人是怎改变，变无涨一个，哦，啊，这个家庭内底就麻烦，所以目前咧，嘛就较难谈，因为这是迄个自然教育咧，哦，因。啊，已经毕业了，金钟办毕业了，好、哦、啊，这是人生大事。目前呢，是正红甲低档，哦，啊，那如果长期来控制，够不多，不发多呢，那有发多就再来解决啦，免讲再到长期引导去感受长期的正改变。啊，所以讲呢，伫这当中会当指引咱人生一条变路，好、哦。变多，你变方式，卡片，好，卡片回归，你变那概念，好，那么呢，一旦是用这个，哦，这个投入的变数，哦，一投入的价值，一旦变一个投入价值，哦，一旦每一个人的经济目标来变，你变还变多，哦，但带上现金是缓缓会涨，那么呢，你这个烟在这里，哦，你都会让基因慢慢掉落。所以说呢，这个经在做起来，哦，那么啊，以必定来相信，不会鸟以他的相信意念，那么以必定因患不定，得因以所在上得掉有所了解，哦，啊，这个不适应啊，哦，得因以安尼的失去过掉，哦，以前你跟爱以需要的当因的相信以后，你懂？你在这张先有了解模糊上，好，我在这张啊，今天呢啊来为我了解咱的良知良能。
所以后面啊，建议以这个啊含金来计的啊，将对标的这个十座牌子啊，发布大经这几字，那么是哦，之所以伊会当看哦，伊就先来考证这本名哦，那么伊的代志，我发的就将来来叫咱。哦，讲一个啊，这坦克啊，因为高天广告，哦啊，了解哦，我是啊，讲到这多西哦，啊，其实这个建议在咧问哦，就是讲拄啊好啊，拄啊好头前先吼，或者哦，先叫咱家己学习下吼，啊，建议咧讲的是先有先。前有开始，哦，啊前面的，哦，就是咧可见性的经营，哦，啊叫咱经营可见性啊，为虾米伊太难处理，即规矩的内底伊的经营，哦，啊叫咱正常科的，哦，啊，哦，啊，安尼，大，哦，啊即规矩内底，哦啊，讲比较简化些，哦。啊，唔知哦，咱做一点点，感觉讲这个设备，嗯，或者讲咧，咱会当也会啦吼，即在这伊为虾米要用这支笔，吼来做名，哦，伊会起来做，做这个名的经营咧，哦，那么伊的用处，伊的重点，哦，啊是这样，交咱这边，哦，啊来做这个研究，哦。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吼，先到这看，那么或许叫咱大家就学习到这，那么如果若是有言不达意，吼，啊，那么公道说些，无外观的所在呢，啊，不能咱各位先先发的，吼，干啥无法去哦，无法讲的，或许呢，去做好大家学习啦，吼，啊嘛希望讲盈利啦。拄啊，阮同事讲的，大概讲是会使延后的吼，就是改良建议上来安尼就好啦。哦，这是本地建议本地的啦。哦，安尼可以较便啊，来达到的。哦，那么今日见面，啊，咱就到这。哦啊，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啊，咱的道路广畅，好。好，感恩啊，谢谢，好。